这是一个股票交易的世界，随到随搓就是对方喊的价，如果你觉得 OK 了就赶快喊，立即交易就是这么快。网红这群人用拍卖会来比喻逐笔交易心智上路。我要，我只要桃色那顶1800，我 OK 成交。哎呦，我这挑颜色，我选的障碍嘛。妹妹啊，在股票交易的世界里，条件对了就先买，你可以选择立即成交，否则取消，把蓝色跟黑色先买下来，粉红色如果买不了先放弃。比较台股新旧交易制度，目前采取集合竞价，3月23号起采取随到随搓，盘中9点到下午1:25实施，开盘前30分钟与收盘前5分钟仍然采用集合竞价。想要购买的数量全部符合价格条件，他可以选择全部成交，不然就全部不要。未来将有6种委托方式，分别代表当日有效单的 ROD、立即成交否则取消的 IOC， 以及市场上必须有足够委托单才会全部成交的 FOK。这个就是跟国际接轨了。过去有些人挂一些虚单在买盘或卖盘，让这个股价做影响。这个逐笔交易可能以后就比较不会了，那会让整个交易制度更透明化。举例来说，散户小李若买进50张价格102元的股票，依照旧制集合竞价得花510万元，新制逐笔交易多笔委托成交只要506元，成本可省下4万元，而且新制具有瞬间价格稳定措施，只要可能成交价超过前5分钟加权平均价3.5%，就会延缓撮合2分钟，暂时让市场冷却，保护散户。三立新闻高子耀、李彦温台报道。